这段影像是汪伪政权要人楚明义其最得意的两次东京之行的真实录像，在其中罕见地发现了沦为汉奸的楚明义原声讲话的镜头，一起走入历史看一看吧。这次新闻国家都来拜访，实际上是这个愉快的，因为我们同这个新闻家的这个积极的机会也多，预计把这个中日两国侵占的事情的，要希望这个大家多多的欣赏，使得这个两国的这个两大民族能够这个了解，这是真的所希望的。上今日头条，观看更多探影局档案。